热，你是不是也快冻袂掉了？好热啊，这是什么天气啊？热岛效应，温室气体，原来人类才是热浪的元凶。温室气体就是造成地球暖化的凶手之一吧？想知道热浪会造成什么影响吗？又该如何预防热伤害呢？本周五下午5:30，请锁定呼叫妙博士，一起对抗热浪来袭。